京，就是我们俩，对吗？对。头一次啊，到咱们安徽来演出，通过咱们这个掌声、笑声啊，可以听得出来，听出什么呀？大家懂相声，哎，喜欢相声，特别的爱相声。没错，这个有个原因，您得说一说。因为相声的题材跟素材啊，大部分都来自生活，打生活里边来的，都发生在咱们老百姓的身边。哎，您就拿昨天晚上来说吧。昨天晚上有什么事情啊？我们家来了几个朋友，哦，加上我，一共是八个人。哦，八位。我一看八个人，就别在家吃饭了，挺麻烦的，到饭馆吃吧。哎，八个人要了一大桌子菜，还真不少。正当价，嗯，我要了一盆叫甲鱼汤，就是王八汤嘛。对，俗称就是王八汤。嗯，我这人嘴急。我拿这勺啊，我㧟了一勺汤，哦，您尝尝。我都一尝啊，怎么样？还真鲜，好喝。我一夸这汤好呢，旁边那服务员说话，他说什么呀？先生，王八就是喝汤的。好，这服务员说的多好。咱有素质，有涵养，对，不跟一般见识搭理，都说那废话。过来，给我们喝份汤。服务员过来，马上就分汤。别光分汤啊，那不还有肉的吗？把肉也分分。你看，那不还有蛋的吗？把蛋也分分。我一说这话，服务员把碗撂下了。先生分不了，怎么呢？你们八个人七个王八蛋。
再说一回就得了啊。下次见着你这点啊。这不跟你打招呼的吗？别不打招呼。您上哪儿去？二大爷耳沉了，你说话得大点声儿。哦，我找个调门。您上哪儿去？大点声儿。这声儿不小啊。您上哪儿去？是说话的吗？在我这放屁。晚八点见面，这笔画对我怎么没瞧出来？
这是我。这是他。这一看明白了吗？雅儿哥，我们俩分开了，不见面五六年了。哎，记错了，错了，九年了，九年。Yeah!
同辈，比我大。哦，在部队工作。这哑巴干竖出字儿全行，您大爷。现在连一任总统都没干，也甭想着了。
咳嗽一般累卡子死了。横垄地拉车是一步一个坎儿，吃糖饼烫后脑勺，吃糖饼怎么会烫后脑勺？糖饼拿来了，吃吧，吃这一撕，呲儿糖下来了，对啊、一舔，哇、哦！拿糖饼舔上烫。其实我一直有我的目标，像什么呀？我要做一个了不起的人。那有理想是对的。我那会儿真想做一个。著名的体育表演艺术家，人家这名字还没搞清楚啊！体育运动员，对了，为国争光啊！啊，看五星红旗冉冉升起，我这个心潮澎湃，哦，哗，裤子就湿了啊！您尿了，眼泪夺眶而出啊！那也没有那么多，我就说我的心情啊！哦，我那阵很想做一个游泳运动员，哦，水上的项目，我是个天才。是吗？我们邻居，嗯，有一个国家游泳队下的，哦，不错啊，好能耐哦。虽说没拿过金牌，嗯，可人家从来没淹死过。淹死有没有？都这样。他教我啊，仰泳、蛙泳，我都学会了，各种的姿势。呵，后来受到了园林部门的阻挠。这跟园林部门有什么关系？他们说我破坏草坪。您在草坪上挠的呀？汉泳啊。是吗？人有可能太远了。是教练说了，嗯，人出去不算。球留在这儿了。玩高科技，我怎么出去了？怎么扔的？不让我练，活该。嗯，死该。你好啊，我练别的啊，踢足球一样的。啊，这是大运动项目。教练说我了不得。是吗？比马拉多纳还厉害，天才呀！但是有两样东西妨碍我的发展。哪两样？左腿和右腿。就说您不是干这个是吗？后来我练别的去了。还练什么？我练轱辘鞋。轱辘鞋？大轱辘鞋。什么样？就是脚底最早拿轴承做的那个。啊。后来走轮圈走轱辘。哇！旱冰鞋。别给他起外号。谁给他起外号？我练。哦，哎，找一大卡车，嗯，穿好了，俩人透光，那是您练啊，开心，我跟着跑，哦，风驰电掣呀，是快，轱辘鞋都冒火光了啊，老百姓都喊，哦，快看哪吒呀，以为是踩着风火轮的，我就是忘了问了啊，那个车是奔内蒙去的，是，很遗憾，我没坚持到。南京我就掉了队，哎，到那儿不容易，鞋都磨没了，这很疼啊！都磨脚了，不让练活该吧？啊，不练不练吧？是，反正我也好不了了。嗯，我打小我就念书，这些年我也不自理。念书的时候有什么？你算吧，小学12年，啊，初中7年，小学本就12年。是啊，啊，他们舍不得让我毕业。自己瞧，我买很多的书，看看我各种版本的《金瓶梅》都有。看点别的，那我也看不懂。我后来看武侠小说，武侠也可以，买了很多武侠小说。闲书，宿舍没人，我大声的朗诵，全念出来。他的血是冷的，他的心是冷的，他的刀是冷的。剑是冷的，他的人是冷的，这风都冻着。
别的官儿归我了啊，不是吗？正在百无聊赖的时候啊，有人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哦，搞对象，长得特别漂亮，我看看，脸跟车祸现场似的，没法看了，人家大眼睛这么有神，是吗？这样，斜视啊，嗯，自从有了她，我过马路安全系数大大增加。跟谁有客气是吗？你好，他就没见了，别走啊！哦，没动，没动，就看走一位，在一个风和日丽、草长莺飞的下午，我和我美丽的女朋友偏见小姐，叫偏见，这眼神不偏见吗？一边看，我们坐在刚果布拉凯尔31种口味冰淇淋店，一个人要一份冰淇淋。我看着他一勺一勺吃光了我跟前这份儿，也是他自己这份儿看不见的。讨厌，不许拿我女朋友开玩笑。我这样的也好，他这会儿他在这听你这话，他给这样一使，看他吃完了，我心里也不痛了。我很饿。不往心里去，压根儿就没看见。这三个太阳，思绪万千，想起远在南方的父母，呀，出来这么些年没回去过。今天早晨我爸爸写了一封信，我来信。亲爱的孩子，你离家很长时间了，是。今天要不是邻居的提醒，我都忘了还有这么一个儿子。咱们家搬家了，搬到离原来那儿500公里。你猜是哪儿？我有猜的。家里一切都好，你放心。这个星期下了2场雨，一场3天，一场4天。那就是一礼拜，知道吗？孩子，我和你妈等着你回来。上哪儿找的？麻烦这些。人地址方便不不没？好，这圈大了，甭怕四五个什么的。怎么办呢？我的女朋友就出一主意，说什么？带我去买票，去找远在南方的父母。他带你去。我们来到了火车站，票卖完了，天天找到了警察。你知道票贩子在哪儿吗？没找好这个人。警察看着他啊，我还找呢。都给这位吗？哎，不跟哪儿弄了2张票。我找到了。我们登上了北去的列车。森林的深处，我太累了，躺地睡着了。不知多长时间，他推我，是吗？哎，他推的是你吗？他们眼神就一个不信的。讨厌，讨厌，你说这很伤感的故事是吧？找我呢？您说，哎。有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，你听哪个？还有坏消息？坏消息呢？都坏了，咱迷路了。不，以后只能靠吃牛粪过日子，这太惨了。好消息呢？那就好了，牛粪有的是。气疯了我了。打了我，我打了你就顿走，还敢回头了呢？哎呀，都不让你走了啊！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，都这样，你难过的。我心里不是滋味啊！我几经辗转，我回了住所，我眼泪哗哗的，哭了。生活有什么意思？伤心，我自杀吧！啊，我死了，不活了。找一把菜刀干嘛？我要学一些个先例。谁呀？当初我们有一位大英雄，哪位？董存瑞，把菜刀放在敌人的腰脖上。这搁一菜刀干什么？我们老两口吗？我这功夫，每个英雄死菜刀里没有。
把这盖拧起来啊，拿试电给试试，全走。有电啊，一伸手就完了。对，再见了各位，你们好好活着吧。我要死了，砰！啊，停电。这太废了，就是闹的，你看看啊。我跳楼啊，坠楼啊，我跳楼，我研究过。你打二楼跟二十楼跳的不一样，有什么区别？二楼跳起来，啪！二十楼呢？二十楼是啊，啪！哎，这跟没研究一样。你猜我是先啪我还是先啊？您啪有什么事啊？我是，你这是我跳的黄果上了。吃药喝服毒，有耗子药哦，半斤多，是都吃了，啊，有死，嗯，怎么这么饿？饿，笑骨片，导演，他怎么就饿了？我不死了，嗯，我好好活着，我为祖国做贡献，那就对，我要使天下太平，五谷丰登，嗯，我要使国家多有点钱，这怎么办？我印假钞吧。想我多印点钱，国家就富强了。是啊，对，我印钱，印点钞。我一个朋友、哦、跟我过命的交情、哦，你是要作死的，是你作死。国家有规定，哎，印大票犯法，印小票也犯法。我跟你说啊，别超过一块钱，啊、印一块钱就没事儿。是啊，那我就没印过呀、嗯，哪儿买那果汁去？那推的那果仁儿，印钞票还更厉害。印一张拿起来就搅完了，有点亮了吧？您听说，小钱印赚了都是这么一个事儿，是吧？小学时候没跟木里掰过，就跟宿舍念书呢。啊，那过去就说了啊，我心里难过呀，我怎么办呢？我又不懂娱乐的技术，朋友帮助我，你们晚上给算算啊。哦，他卡着上一算，说印一张一块钱呢，得合50块钱的成本。你见吗？你给我50块钱，我给你1块钱。这1块钱你拿到哪儿花？你进银行都看不出假来。我想了2个月，啊，他是不是骗我？这来钱慢，嗯，我干脆我抢银行去，抢银行，呵，是，这是个好主意，还好主意，银行啊，查了很多资料，哦，还有很多的前辈用鲜血铺下道路，我一定要学他们。还有这前辈？哎，我有，都谁呀、啊？当初有一前辈啊，其实都挺好的，就是失误了一点呢，怎么？没看清方向，哦，半夜12点，一个菜刀冲进了武警宿舍，啊。喊着怎么了？是，还有前辈，嗯，啊，想得周到，是拿麻袋套脑袋上，对对对，不往里掏眼儿了，过马路打卡就咔一下子，压死都不挂上了。我们还有一个前辈，嗯，一进银行把枪掏来了，哦，阿迪，是，跑了40多人都把枪掏来了，怎么那么些人呢？警察发工资。警察追我，能跑得了啊？好跑！早晨5点我就下楼了。啊！小区里给我起的早的，干嘛的？遛狗的。哦。哎呦，那小狗儿可爱呀！哦。叫藏獒啊。啊！藏獒不是这么大，那爪子。跟狮子似的。大狗我跑还得追呀！3分钟我就上了8个里高速了。是。我玩命跑啊！后来我成功的摔跤了，不跟着你吗？说明我成功了。对。吃过晚饭，从张家口坐车回北京的时候，啊，人都跑到张家口去了，我们家速度他慢得了吗？对啊，我想我需要一个帮手，同伙。哎，我就需要帮手，我有朋友啊，住在南方，啊，住
川西边出东西，是，你都打一电话来帮助我吧。他很高兴，坐火车就来了。在火车上，他们开始行抢银行的计划。旁边坐着四个老红军，火车直接就开派出所去了。你想我还是一个人干，我一个人干，一个人干，千里独行侠就不好。是啊，可是我仔细研究之后，我觉得抢银行不是个办法。当然不是，你想得到。你运行好啊，你先拿号吧。对，是吧？还拿号？拿号一段等着啊。还有人叫你，告诉你几号几号哪柜台办理，对，你才能到那儿去。哦，把手往里一伸，那一光，他得卡住了啊！再把我手扭了，该走。谁抢谁？玩不灵啊！玩不灵，我决定我还是去抢运钞车吧。啊，那大汽车，车里肯定有钱。骑着自行车，我别大公共啊，玩命的，所有的司机都跟我客气，哦，你作死了。那天跟街上训练的，啊，真来辆运钞车，哦，这有帮劫匪也出来了，两边打了一块，车都翻了，哎呦，一大铁箱子摔得我这车摔开了，啊，地上都是钱呐，是，这是我的，哦，我发财了，您怎么没想到我也倒了霉了？怎么倒霉了？动了我自己，怎么回事？拎这箱子啊，上银行存钱去了。说一下，是啊，时间的关系，天儿也太晚了啊！明天早上起来飞机，扛坐飞机啊！早着呢，早着这个大号飞机，那这个那直升飞机啊！对对对对，没站起来的你，谢谢大家，安徽的观众，父老乡亲，真不好意思，是太支持了，太想以为报啊！你看，为了听相声，技术帅。他也不是追星的，他摔着玩儿的。回单位怎么交代？是的，谢谢各位啊。北京德云社有一个大伙都熟知的小曲儿，叫《大实话》，对，把它献给所有的在场观众吧。嗯，谢谢。也不算